妈妈，新年快乐，我爱你，么么哒，嗯嘛，拜拜。哎，宝宝，有可能要看见妈妈，你开心吗？刚看见妈妈，你想跟妈妈说什么？想妈妈跟妈妈说，我么么哒哦。么么哒哦，就这样吗？好，这样。哎呀，爱你。哎，宝宝，你真的很想妈妈，还是你就还好呢？是不是？我们今天终于可以见妈妈了哦。爸爸，父亲节快乐！快点回来哦。乖乖，爸爸好想你呢。我也想你呀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好吧，那你准备睡吧 ，Lucky， 时间不早了。可是我想你。爸爸也想你的。我觉得那个你的电视那个东西很好看，可是你的中分有点不好看，我姥姥说。中分有点不好看，是这个吗？是吧？对，好好保护你的身体，好好照顾你自己，然后呢，我爱你，想你想你哦，想你想你哦，爱你哟，爱你哟，你心里是连亲个头发还有，去拍偶像剧吧，真的。双语告白。爱你哟，爸爸。呵呵 ，Lucky 啊，嗯，是我们的宝宝吗？啊，哇，宝宝 ，Hello， 你什么感觉？他在这找吃的吗？这是我的小 baby 了。看妈妈 OK 吗？一切都好。